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叫做陈永钦，是写曲，爱弹，做做乐器，今日呢，趁这个机会呢，想要甲大家讨论一寡，比较相处味的一寡乐理的观念。讲起来吼，乐理并不是上重要的物件，对于学音乐的人，也是爱唱歌的人。因为乐理是分析的时阵才去注意的。平常时吼，就是看有就好，知影安怎唱就好，也是安怎买就好，安怎唱歌拉起。原则上吼，咱这个演讲，我想要甲重点、强点，一寡基础的乐理念头。让大家很快的了解一些谱啦，也是说在唱、在演奏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，以及我们自己在写曲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。好，来，基本上吼，乐理有很多啦，你若去看以前一些书，就是长期以来吼，有出版的一寡乐理方面的册吼，我看到有啥，面顶的物件足多吼。我想上基础的物件就是我旋律、音程、节奏、和声、结构、曲线，吼，啊，再来唱歌啦，是啦，起来就大细声、强弱、大细声，也是讲一寡重音，吼，这方面的物件，大家可能看到我要甲注意一下。OK， 咱先来看一下音程和音阶哈。音程的意思呢，是音两个音中间的距离哈。一般来讲，咱个听讲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对无哈？哆来咪发嗦哆跟瑞就差一哆尔，音是一个二哆的关系，两哆的关系。哆来咪。就是三度的关系，哆咪，音跟音中间的距离哈。一般来讲吼，古早时一开始吼，人有咧找标准音的啦。标准音这个观念应该是会超过几百年哈，加是差不多四五百年吧。但是呢，因为自古以来有人咧演奏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可能有的所在先开始做嘛，无一定啦吼。像中国因早个古早是毛，迄编钟无编钟，有无吼？一届安尼，一届音拢无共款。但调音是无教伊。欧洲因嘛有基本的一挂，音管的限定，吼，种理论。计是差不多拢熬最头三四百年啦，德国较早一个寡，但古早时嘛有种物件留落来，所以某一个时代，有可能早有迄个时代固定的，尤其踮一个固定的所在，吼，因迄区域的人吼，因家己有安尼一个限定，但是你讲大家通用吼，这是近代的代志啊，吼，来。基本上吼，咱那一个音，吼，一个音，它降低，吼，也是欠管，吼，像维亚利列车咯，来，稍等一下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像安尼一个音，一直走。一个音呢，照理讲是慢，
吼、哦，音甲音中间，其实迄个距离是尾啊，为着要大家方便，吼、哦，要记谱啦，也是要理解方便，啊，这个记起来。较早的音，譬如讲咱人咧讲话讲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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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、哦，你看，拄只。听咱听个拢是感觉大家好，但是呢，伊基础音哦，你甲切切，你甲你甲切切看嘛，伊是无共款的，哦，啊，所以，人的声哦，会当发出一个满的一条线的迄种音管的变化，哦，为低音到高音，哦，啊，你啊，要甲记起来的时阵，哦，啊，你个会记啊？啊、哦，你若要甲记起来，你就会记啊。哦，比如讲，你记记的物件，记好要互别人看，别人唱出来，可能甲你无共款啊。咱甲讲好，大家讲好势，讲，诶，这个音我要唱偌悬，哦，也是我要画弦啊，我要为安怎调音调好了啊，哦，安怎来分这个音，哦，所以尾啊，吼，差不多一般咱拢讲，所谓的十二平均律，十二平均律，哈、哦。甲满满的一条线，一个音的，为低音到高音这种变化啊，甲七十二格，七十二格啥物意思？十二半音，哈、哦，半音。啊，这十二半音呢，来导出你介意的。哦，也是适合某一个文化，这个音阶，哦 ，OK， 哦，一般哈、哦，这物理的，例如咱无卖去遐研究啦哈，咱国知影讲，哦，这十二个观音七七的了，全世界其实有家己音阶的国家拢差不多有安尼一个音管的设定，哈、哦。啊，嘛听一观音，像譬如讲，咱较早就听咧听讲亚洲，譬如讲中国台湾啊，也是即块位啊，诶，越南啊，即几位可能无种半音、半音的吼，即种物件啊，啊，无个是叫做什么宫商角徵羽啦，什么语调啦，什么有诶无诶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吼，即并无咱想诶遐复杂啦。你若先甲一个音管诶变化切做十二格了。咱只是抓来做音出来组合尔，吼，就讲咱个七十二格，还是要吹啊，不到平均吼。来，咱以这个当作 C 二啦，吼，当作某一个，咱卖用 C， 咱用哆，啊，咱咧是哆来咪发嗦，吼，咱个当作哆。啊，哆哆哆瑞，再个 B 瑞啊，啊，一叉两个冠音，咪发嗦拉西哆，啊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好，就讲一个这吼，这叫做干谱，对不？干谱是发个我发人发病的，干谱干化的。用数字来记谱，差不多是我啦四五百年哈，嘛有这五线五线谱，五线谱这物件哈，嘛是足买啊，差不多我三四百年尔哈，搁较早也有各种记谱的方法，像。中国有讲拢爱什么车，公车讲吼，迄种公车谱，人讲公车谱歹势，我手艺就倒一下呢，好，这拢是为着要标准。一种音，吼、哦，一个固定的一个位，唔是安规条线满满，啊，无法度大家唱同款，也是讲话同款的音段，吼、哦，所以
这个分分法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中央的咪发甲西哆差半，差一个半音，哦，啊，别人差两个半音，一个两个半音搁一个全音，哈、啊，这一个跟一个半音，啊，一半尔，啊，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全音，哈、啊，一个全音，啊，哆甲来的我感觉七条，哆来。差一个转音 ，re mi mi fa 差半音 ，fa so so la la si 这三个拢转音，啊，过来就半音，啊，啊，这种总共转半吼，这是所谓的所谓西洋传统内底大调啊，长调对啦，你不讲长调哈，长调，还有是讲大调哈 ，OK。啊，当然另外一个是小调啦，吼，小调迄是甲咪，基本上小调有几啊种，吼，啊，上基本的是甲咱咪降半音，哒啦哒哒啦啦啦啦，啊，这种小调音阶吼，小调音阶，好，咱先来看这个十二个音切做一个八度吼，为一个。哆，甲另外一个元音的哆，多差八个音，哦，音调多差一个八度，一个八度，哦，一个八度。啊，中央呢，咱啊，佮你佮三连另外一个所在当做哆，啊，再佮变瑞，哆瑞咪发嗦啦西哆。哦，又同款用半音全半，安尼分，安尼凶个切换来甲找出一个大调的一个音阶 ，OK， 音阶音阶音阶，哦 ，OK， 但是这是随时会当换所在，甚至咱依人来讲，这种所在毛音吗？这个所在毛音吗？各位拢？国家，佮你佮安怎切毛音嘛？对无？是大家要用迄做标准，也无爱用迄做标准嘛？吼、哦！啊，咱即摆切好了后，一般咱会用拉，吼、哦，440赫兹的迄种频率，吼、哦，来做点调准，吼、哦、啊。再来变这个音阶哈。另外一个就是讲五线谱平顶，大家知影有名对无？啊，讲这是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哈，大家啊，甲一条线平顶啊，拢有一个音啊，拢有一个名的哈。啊 ，A440 哈，拉西 A440。哦，这大家点好了后，就会当出出一个标准音，哈、哦。但是讲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咱这一个五线谱，你写的时阵，哈、哦，当作一个音，哈、哦，啊，因为咱先观音，啊，规起个以为做一个一条线，做一个记号，后盖伫迄个音甲伊个。八度，不管是向低音，还是向面顶观音去，吼，全部拢是先观音，吼。是安怎有种规定，吼？譬如讲，一个声音，这是 G 调的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来，咱假使讲，这即摆咧写的这吼，咱知影音名基本上就是藏在五线谱面顶。诶，线面顶也是间空间吼，两条线中央啊，迄、那个啊线顶也是间内啊，即来做代号的名啊。咱用几个凶个ABC 啊来用啊啊，最已经一只上早开始做啊。嘛，几啊百年啊，吼！啊，咱即
马惯使用的是 A B C D E F G， 啊，那要搁欠管字就变 A B C 变小写，啊，落就变变红的迄啥物，大写大写加零点点配来零点哈 ，OK， 那你 A B C D 有直接哈来看。基本上，咱上一看的，这五线谱面顶，拢无任何哈，拢无任何星啊，也是杠的记号，这咱一般就称作 C 点，啊 ，OK C 点 ，C 伫遮 ，C 甲 D 差两个半音，一个转音 ，E F G A。B、C， 哈、哦，对，咱就在哆来咪咧唱的时候，全全半，全全全半的话，转转半，转转转半哈，来看 A 转转半，转转转半，对不？哦，多 C 调，你记好上方边，伊多啊，较配合位 C 开始升的迄种音调哈，多配合哆来咪发嗦啦西哆所要求的，所以伊在写五线谱的时候，就无迄个升降记号。伫上头前遐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啊为遮开始算的，比如讲遮 B， 啊遮 A， 啊遮 G， 哈 ，OK， 啊，咱啊为 G 开始算，为 G 开始算，遮特别多 ，G 特别多 ，Re， 啊，过来，咪发，哎，个多差关音，嗦啦，西哆，哆来咪发，嗦啦西哆，哦，哎，嘛是拢都甲凶个西调同款，拢转着本来吹出来，后来西调咧用的迄个音调，啊，的位置，啊，只是差一个音，就是用西。吹出来 F， 啊，按先冠音了后，这是 G 调的，诶，哆来咪发嗦啦 C， 诶 C 对吧？所以 G 调你写谱的时阵，你来看看这五线谱面顶，啊 F 加升降，伊个永远固定啊，伊个永远会走这个音转，袂去走这个 F。伊若要用这个 F 呢，伊就要还原，吼、哦，还原是啥物意思呢？伊本来比如讲这。啊、哦，伊遮已经本来是 G 调的，啊，即摆要弹这个发，要弹这个发，哈、哦，伊就讲，我这个音要安尼，啊、哦，要转来原本的 C 调的时阵的发，但哪讲，哈、哦，这个还原记号，哈、哦，还原记号就是讲，变作伊原本 C 调内底的位置，安尼哈 ，OK。同款的道理哈 ，A 调 ，Do Re Mi Fa So La Si Do， 你若对 A 调开始是 Do Re Mi Fa So La， 开始，Si Do， 你会听到甲 C 调啥物无同款，你会听到啥？等着 C 啊啊啊爱先关音，啊等着凶个 F 嘛爱先关音，啊等着 G 嘛爱先关音，啊所以 A 调的破音面顶，开始有看 A 发哆嗦，然后叫先关音，一先拼了好势就对啦，一开始就讲，我这条曲内底拽一拐先关音，吼、哦，这个是会变 A 调。对吼、哦，五线谱，大家不知有熟悉无呀？平常时唔知有看熟悉无吼？一般来讲吼，即摆咧演奏，也是咧唱曲，也是讲分析到你的时阵，咱一般也是讲音名啦，吼、哦，音名，吼、哦，
较好抓音。啊，你若唱名哦，大家晓得拢顾着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啊。啊，音的名是 C D F G M C， 对吧？用音名，即确定讲你要认到一个音。啊，但是唱名吼、唱名吼、较方便咧记的时候，你随时会当转谱啊，会当转任何一个调，甚至无是十二平均律内底，你用哆来咪咧唱字，嘛是会当唱出来哦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唱名个用哆来咪啊，嗦啦西哆，大家感觉比较方便啦。啊，但是变做咧分析乐理的时阵，吼、分析出来是一数的观念，一的观念，吼、比如讲一哆是一，啊哆来咪发，用这罗马时代罗马数字来记这一数哈 ，OK， 好。所以，安尼咱知影讲，像咱 G 调啊，有一个升记号，一个 G， 一个升记号，对无？一个升记号，安尼就着发个相关音，这个是 G 调，就着减音，啊，就着发音咱来加，啊，若升两个 C， 再来加，这是 D 调，对无？咱为 C， 底下就是哆、瑞、咪、发、嗦、拉，你啊继续会了。C 我用这个啊 ，C 哆，哦，有 D 调在遮，所以这个 C 的升关音，所以两个升调就变做 D 调，哦，啊，三个个 A 调咱就看过啊，啊，四个就会变做很 Re 嘛，升关音，那是 E 调，哦，啊，这种用惯性就好啊，甚至五来五个、六个啊、七个拢全部拢爱升关音的，也是。诶，种谱嘛是有吼，啊，那有降记号，比如咱以 F 调来看，即种个哆、瑞、咪、咪发，哎，发走来即个音，啊，咱 A 已经用过啊，所以刷落来即个就是 A 为，即个音关当然，你会当讲伊是 A 升啦吼，升 A， 但是其实伊是啥物啊？伊是 B 降落，所以伊是一个降 B 啊、咱一般降记号会写伫这边啦，啊，是咱用中文咧讲台语咧讲的时阵，会方便讲降什么降 B， 也是降 B 啊。你比如讲 B 降，B 降嘛会使，啊，降冠音 ，OK， 啊，所以一般写伫凶个罗马字的加手边啊 ，OK。哦、所以一个降 B 和变 F 调，哦，啊两个降 B 和，哦，两个对的降 B， 哦，啊两个降 B 和会降在倒位，两个降 B 和，一个降 B 和是 F 调，哈、哦，一个降 B 和是 F 调，啊 ，VF 开始从哆来咪发，这个发会等于降 B。哦、啊，两个降记号咧，两个降记号多一个降 B 调啊 ，B 降，为只来当作哆，哆、瑞、咪、降 E、发、啊、嗦、拉、西、哆，就是降 B 调。哦，啊，三个降记号是一个降 E 调，哈、哦，降 E 调，啊、哦，即大家会当去生活买下。但重点是啥物？重点是即个音甲音中间的距离，音程、音程，哈、哦，伊基本上若降声音来讲是固定的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转，啊 ，OK。那但是呢，咱有当时啊，咱就来讲，哦，你若要用小调。小调听起来较袂输得较悲伤一挂，迄个调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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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伊基本上有三种无同款的小调的观念，啊，即牵涉到内底音量啊，应该要去安排。好 ，OK， 咱去的时阵。以 A 调来讲，本来 A 调，哦 ，A 大调，哦是安尼。
来回来时这个拉索发挥的都是啦，这个音乐跟四调同款，六个所在同款，所以咱讲这种音阶呢吼，是叫做小调音阶。啊，伊咧记谱的时阵，咱以伊讲话的时，讲话的时阵，也都是音阶来决定，吼、哦。所以 C 调，吼、哦、A 小调，啦，吼、哦、，Key 是 A 小调来降，就是 A 调来降降咪，对无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拉的时阵会变做 C 调的音阶。啊，你同款的方式你去看 E 小调。啊，伊会变做 T 是 E 小调，转来是 G 调，啊，啊，现在你个厨房嘛是 D 小，是咪 D 小调的，啊，等等等，这其实这种，家己里面种册就多啦，你用网络查嘛，一大堆这方面的资料，啊，伊主要是一种习惯尔尔，咱袂当 T 搁来，吼、哦，用同款的，这個、音频变化，像安尼，啊。听光。对不 ？key 搁来拢同款，即嘛无要紧哈。这种，这是有文化的因素啊，因素啊，嘛有凶个啥？有文化因素嘛，作曲家跟家己介意啊，介意要安怎变化？就在那里哈 ，OK， 好啊，刷落来呢，这个大调、小调这哈、個，小调这個、问题就简单讲到这，啊，哆来咪种的地位哈，啊，简单讲到这，音乐上重要的物件，还佫有啥？大细声，啊，一个音，啊。为细声到大声，为大声到细声，也是中间突然间，比如讲，哦，你用一个平均的大细声，哎，有无？哦，这个、大细声有变化，哎、啊、呀，是讲，有一条什么？就是袂记迄个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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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人会变紧张，啊，也是变轻松，啊，比如讲三拍三拍个，啊，嘣，切切切切切切，啊，这三拍子对吧？啊，这个下步的时阵吼，无线谱头前拢会先甲唱明的安尼啦，吼，先甲注明，比如讲，啊，伊写伊会写一个四四，啊，啊也是。在面顶，啊 ，OK， 写一个，比如讲三拍的，啊，三拍的，三拍三拍的哈，啊，这种写你头前会用几条曲，啊，伊可能拢是安尼写的，中间呐需要一寡小变化哈，伊会另外注明，比如讲就是干那较注意。啊，一个下节不过如果会哦，是有就是也是写一个 C， 哈、啊，因为大家写一个 C 代表一个小节，啊，一个 major， 一个小节有四拍，啊 ，might be， C 就是一个小节有四拍的意思哈，拍 ，OK。啊，三拍的会蹦恰恰，蹦恰恰。啊，咱嘛捌听过有诶组合诶，比如讲五拍嘛，嘛安尼听，一分三四五，一分三四五，一分三。啊，这会当变化，伊会当一分三，一分会结合，一分三四五，一分三四
也是进两三四五，进两三四五，哦，这会当有新的一挂感觉安尼吼。所以八分之七啊，啊四分之三啦，啊什么四分之五啦，八分之五啦，这种就足多啦吼。OK， 好，啊所以这招原则上，大多数百分，尤其传统的音乐啊，传统音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拢是规调是固定的，啊，较现代才有一寡新的变化。好，今日要来甲大家讲一下啊，台湾大家族群诶一寡因的特殊的趣味的甲你的观念。基本上吼，你若以台湾传统的族群的分类音乐观念来讲，就是荷兰客人吼，讲台语啦吼，啊客人加原住民，但是原住民伊有几啊杂种，啊因家己的音乐其实有真趣味的所在。原则上啦吼，原则上传统音乐来讲，踮所谓汉人吼，就是荷兰客人吼，因的差别伫倒位呢？因基本上，要哪讲？你若伊唱台语歌的啦吼，台语传统民谣的迄种的来讲，音乐变化。会较侪一个歌，吼、哦，因为因较早即有诶位戏起来，位各种音乐来诶，啊，所以有一寡趣味大调、小调拢有，小调拢有吼、哦，啊，比如讲，有当时伊几条歌吼、哦，来咱即摆去爱注意一点袂讲，咱咧讲传统诶民谣即个物件吼，民谣。之所以叫做民谣，就是因为伊古早是毋知为谁为倒位开始唱的，啊，尾仔大家都介意啊，都习惯传播吼，啊，大家拢会晓唱。啊，其实伊这逐日吼，是伫时间的过程中间吼，豆豆仔慢慢仔家己形成的，吼，伊无特别照什么物件去做，而且伊甲语言就有关系。甲语言就有关系，你人安怎讲话，有当时都安怎唱。咱先来讲，大家即马较熟悉，比如讲，天鹅，即款我较早囡仔时，我1968年出世的，我囡仔时天鹅，我袂晓唱的，我知天鹅要落雨，啊，讲举日头要滚乌滚啊滚滚啊滚，用念的，就甲唱的差不多啊。啊，天哦，要落雨，啊，讲举日头要滚哦，滚啊滚，滚到只尾酸溜过，讲的甲念的差不多，甲唱的差不多，吼、哦，这是传统的民谣，甲尾啊，有人开始咧改编咧写，甲编做一个固定的音乐的时阵的一种做法而已，因为咱家己自己就是一种有标的语言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直接用迄调调啊变化一下唱法就足方便的。啊，当然伊有较音乐性的物件，伊甲讲话无啥共款，比如讲，毕加春好，啊，冬春风初草低呀，万里盖烟雨，为了啥物事闹了气？哦，这其实甲讲话迄调有差足多。对吧？啊，有的是人北管，也是一挂凶个戏曲来做，哦，啊，甲改过来一挂，变做歌谣，啊，大家爱唱，哦，什么，这阿妹问你真正水，姑娘我是做嘛真高级，哦，好不？啊，这是较早的凶个戏曲内底个物件，啊个捏出来，啊个变化，啊写真水一条歌。所以你要讲这乐理吼，踮台湾，
台语歌学落的，啊，咱客人客人的客客话这种传统音乐，基本上就是有甲伊的意见，啊，甲伊本地的意见有关系，啊，啊，咱先来看客人的山歌，山歌一般来讲，伊会分做老山歌、老山歌、山歌子。啊、哦，三双哎，三个的音啊，对不对？吼，三个字相伴，啊、哦，这三个听起来哦，你啊，两唱两听个，感觉差不多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就是讲，洛山歌伊就是听你苗仔伊较古早，啊，然后咱弹长声，杂草爱杂两山地啦，哦，感觉长个安尼，哦，真好听。啊，甲因讲话嘛，同款，哦，什么所在呢？就是讲，你要唱。洛山歌、山歌子平板的时阵吼，一定爱用讲客话。你袂用讲客话，你音无法度唱会准。伊个叫做随时解谱，随着迄个歌词，伊个音会变。吼、哦，啊，那个太家伙，吼、哦，啊那个太家伙，安尼安听个对吧？太家伙。变安尼，伊会随时解谱。啊，逐条歌拢是固定的发音。传统的客家客人的山歌，伊是用哆咪啦，啊，拉哆咪。啊，啊，所以出来哆咪啦出来，组合就是所谓的小调，啊，啊，基本上是。你通甲看做伊个歌词用了安尼尔，啊，但是念出水个，哦，来用客人个语言个方式咧念诗个种感觉。而且一般来讲，传统个山歌吼，伊咧唱个时阵拢是用四管个，踮台湾呐，踮台湾是用四管个四线腔啊，四线调啊，小调是伊另外一个诶，凶个民谣系统，就是逐条曲是固定个。啊，歌词嘛固定的，啊，即、这个歌词甲曲吼，无一定甲语言完全配合，啊，但是有当时啊，你聊聊听下，就这条歌可能是讲四川的，也是讲海陆的人咧唱的。譬如讲，大家最出，最捌听过的一条最出名的，凶个《天空落水》啊，伊讲天空那、啊、落水咯，阿妹哟，啊。其实天公那，嘿，你啊，伊四关的苗栗啦，也是从闽南那边啦。天也讲天公，啊，天公落水落雨啦，哈、啊，落雨啊，所以伊讲天公公那落水咯，种口是家乡的新竹遐迄种海陆腔较哇，啊，所以伊的小调小调。客家人、客人的小调吼、小调歌曲，是甲因区的文化较有关系，甲伊个较有关系。啊，但是伊的山歌系列吼，洛山歌、山歌子片版，就是一定爱唱。原则上，甲台湾一定是唱四关腔，啊，或甲苗栗啦，也是唱甲闽南啦、南部的陆队吼、陆队遐咧遐咧讲的较同款的吼。OK， 啊。而且上趣味的就是客人甲河洛人，啊、哦，也是讲客人，咱知影讲客人，伊人较少一个寡，啊、哦，因有阵时各地所在，人数较少，啊，伊接触到新的文化，接触到新的音乐，伊咪感觉真趣味，伊会扎登去家己的文化内底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查网络，你嘛查会到客人嘛有迄种。譬如讲，十八姑娘，哦，啊，也是讲，但是这是较现代歌啦，现代歌界，传统的有啥物咧？
腔字鼓鼻惊歌，啊，你写，你若要网络查，你就查病字歌吼腔字鼓，啊，你个我甲讲，哎，同款是腔字鼓，啊，伊歌词哦足客人，非常客家文化，啊，伊旋律嘛条件过，啊，但是迄个观点，迄个概念吼，甲河洛人咧唱诶鼻惊歌吼，唔同要讲。啊，十二月怀胎啦，十月啊排排者，十月怀胎，哦，过程中间爱食物件咧，哦，啊，所以客家的小调，客人的小调吼，小调吼，听会出因甲因接触的文化，诶，一种交流，真趣味。啊啦，唱台语的吼，所谓的福建啦，即个位啊。诶，传统的歌吼，伊为的是咱北管来做吼，变简化啊，变会唱的物件，啊，还是讲，啊，还是讲传统的诶歌，什么人会掺水啦，啊，即类的，啊，踮台湾阁有搁较趣味的，像牛犁仔歌呢，是本来原住民曲，是。咱台湾的迄 Australian 因的文化，因的歌音乐，啊，尾啊，就不幸伫接触的过程中间，文化失去啊，语言失去啊，啊，留在音乐音乐内底，吼，啊，真趣味 ，OK， 一般来讲，吼，传统的音乐，你若讲咧合唱的时阵。啊！咧唱合唱团的时阵，啊咧，咱即马合唱团唱的可能拢安尼，有诶巴洛克音乐啦，有诶啥吼，已经拢足现代化诶物件啦，啊也是讲较生活诶。啊，若台湾小诶嘛有啦，啊，但是就是变现代化，较无像古早有一种观念是，有一种歌吼，比如讲伊永远唱袂了，吼，伊永远唱袂了，啊，就是。尾啊，毋是一个结束的和声，哦，咱一般比如讲，咱结束的时阵是一定是，比如讲，以 C 调来讲，你会听一个 G7 和弦，啊。这是五度的 7，吼，诶和弦，啊，要转去伊原在调，吼，伊是破坏性的一个和声，吼，啊，但是因为伊的出现，咱愈想要听到原本的调，啊，所以任何曲要结束的进程，拢会甲破坏，卖想做，比如讲小星星的哈，你听下听着，就感觉结束，啊，这个是迄个五度的，伊的五级啦，哈，五级的这个音，这个和弦。一种破坏性，予人感觉讲听到尾啊，迄个和弦接出来时就感觉，哦，琴谱是真好，哦，足稳定的，哦啊，感觉结束安尼，哈，哦，这是一个趣味的东西。啊，所以传统的一挂歌吼，唱袂了，啊，比如讲传统的拢一直伫凶个，拢一直伫五度，我头等去。等于原在，就是踮歌词内底是安尼啦。啊，你要结束一定是爱用伴奏的啦，啊，甲想办法甲结束掉安尼吼。啊，大调啊，甲小调拢有，大调小调拢有吼。啊，三度的嘛有，尤其开始吼写流行歌，日本时代开始写一挂流行歌了，吼，三度嘛有，有夜会就是嘛，啊，
三拍的键，咱台湾嘛有，所以咱听唱跳华语词。好啊，原住民的个较，咱台湾原住民哦，其实因的歌声足好的，啊，但是因的音乐基本上较单纯。所以单纯不是讲，不是讲最简单的，譬如讲八十步步，哦，文龙做的吼，因的八十步步，迄其实你要写分析吼，写一篇作品哦，嘛分析袂了。啊，而且因大概像当年像拢加减一寡无同款，八十步步嗰个，即个你的小米丰收歌呢，祈祷小米丰收歌。啊！你有听一遍啊？感觉，另外一个调佫会加落来，另外一个音阶佫出现，哎，搞你一直轮流，啊，当时结束，唱了爽就结束，嘿，伊感觉心听了满意啊，只要歌结束安尼，所以根本嘛唔知道要安怎结束，可是，领唱的人感觉讲，咱今日唱安尼，心应该有满意啊。袂输一个凶个，一个红头个，诶，凶角色，哦，一个法师个角色安尼，哦，伊带大家安尼唱，哦，啊无歌词，啊头到尾个，安尼，哎，啊无将伊无需要歌词，伊认为讲要甲我心灵沟通吼，唔免一定爱讲啥物话啊，嘿，哦，足厉害个歌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伊就较单纯，啊，因为台湾原住民伊较无咧用乐器，伊加加就是讲一寡简单的茶啊，当作鼓吼、木鼓吼、茶鼓啊，也是讲简单的笛、簧琴，咚咚咚咚吼，迄种吼，用也要用手机教迄种的吼，啊无，啊也是用，就有诶一个香港的。香港的用皮啊咧拌的，用皮迄种皮啊，迄种啊，比较起因的音乐较单纯，啊，但是就有活力的，OK， 啊，过来就是要来讲台湾特族的传统，甲流行歌曲特例吼，这讲起来其实回头长啦，回头长，我咱都已经讲过啦，你客人基本上甲伊会相对啊，倒一相关啊，用四关咧唱，这是传统的山歌个洛山歌、山歌子腔版的这种音乐类型。啊，若小调，到大家接触的时阵，都唱无共款的歌。啊，讲海调的人会当唱海调的腔，啊，讲四关的人会当唱四关的腔，大家拢无共款吼。闽南遐个闽南调啊，也是凶个挑战歌啊。打吉他的歌啊，啊，大家拢做茶歌，吼，哎，吼，啊，流行歌曲，人哩，其实台湾真正逐族拢有流行歌曲，是差不多八零年代以后的代志，正经拢嘛有人做啦，但是大多数拢是，咱知影讲哩，讲。差不多1960年代，国民党就压制，凶个台湾语言出现点，全部灭退嘛。尤其1970年代开始就是，你电视拍开一天两条歌尔，两条台语歌，但阁毋是台语歌，一天两条国语以外的台湾语言的歌。台湾讲普通话较侪啊，讲台语较侪啊。所以原住民音乐甲客人音乐要出现已经少的，解严了，吼、开始有一挂新的创作，你以客人来讲，无最好的一个五圣字，五圣字，圣是一个成功的圣的，加一个迄飞翔一片的，圣，字，地是地位的地吼、五圣地伊个音乐是真厉害吼，有闲大家应该去买啊，摕出来听。原住民音乐较大个变化是伊差不多2000年以后，1990，我改良了个代志啊，
入比例都丢丢水啦吼，啊，这方面的歌吼，就开始有人开始咧创作。你若讲较早，迄咱什么是高山青啦、啊，什么有诶无诶，迄种不是原住民歌，迄种蹦恰恰蹦恰恰恰，迄种假，迄其实创作者足侪是中国来的，所谓外省诶音乐家一下，伊心内底收诶原住民音乐一定爱恰恰恰恰恰蹦恰恰安尼啦。这是因何伊的节奏，原住民音乐并不是安尼吼，并不是安尼。啊，这几年愈来愈侪足赞的吼，足赞的这原住民音乐的创作，而且你甲想嘛，你所谓汉人吼，所谓汉人的音乐，因为受语言的影响，所以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叠叠吼，拢安尼留较固定咧唱。啊，原住民恁是？佮英语同款啊，伊一有当只一日长长啊，对无？啊，有一寡变化，大花蛇啊，啰啰的声啦，即种拢会当写咧音乐内底。啊，所以因音乐，其实会当较丰富咧，较侪变化。啊，即摆网络嘛，最好掠着伊的音乐，啊，买着伊的音乐，应该伊有时啊甲支持啦，来去甲伊买，啊，也是有演奏会啦、演唱会去遐参观安尼吼，去遐参加。好。我阁看卖啊，刷落来是一挂，比如讲第三是巴洛克，吼，巴洛克甲真正的音乐，啊，这高雅啊，高雅，咱后一逝再继续来讲，好，今日先到这，多谢。